4块香皂才9.9块，还能做到持久留香，真的假的？咱们先看视频。这个比香水都香的香皂大羊毛，赶紧来薅！用它洗手、洗脸、洗澡，一点不心疼。茉莉花香型，泡沫丰富细腻，温和不刺激，洗完香香的，太好闻了。买回了，咱打开看看。哇，它这确实挺香，已经闻到香味了，是茉莉花味的，很好闻。它这净含量是135克，拿起也挺重的，跟正常香皂大小是一样的。咱先看一眼资质，好像厂址都没问题，执行标准都是齐全的。咱打开看看，样式就是这样式的，确实很香，很香很香。咱测一下，看它含不含荧光剂啊？不含荧光剂。咱先试试它清洁力怎么样，手上弄上泥哈，然后再涂点记号笔，防水不易掉色，看它能不能洗掉。触感的啊，根本就搓不掉，咱洗一下试试。清洁力是没问题的，已经洗掉了，而且洗完之后很干爽啊，听声音不假滑。咱再试试去油效果怎么样，倒点老干妈的油啊，水是冲不掉的，咱用它试一下。啊，去油效果还是不错的，洗完之后手特别干爽。咱先用它洗洗胳膊，看看能留香多久。味道确实好闻，是一股茉莉花香，一点也不刺鼻子，也不难闻。现在是下午2:25，咱看看能留香多久。现在已经4:42了，香味已经很淡很淡了，留香差不多有2个多小时。这香皂给大家炒完了，价格便宜，清洁力也可以，很香啊，味道特别好闻，放在车里当香薰也行，可以推荐。